丢到我家里面，在家里耶，家里面哦，那肯定是不是我刚在左手反团哦，反团哦，要开要你们要开一团，哎，有，快推开，箱子被炸了，他这绝对不是国手可以办到的事情啊！踢球有没有？国手也太强了吧！这是我的。你要看那个小姐，你看一下我好不好？哇！我买个技能。他的好痛哦！为什么？在楼上吗？没有，我让他可能出来了。没关系，我让他发光。有，走，打打扁他，揍他！这捅完他要炸，他要炸！走，我走。嗯，能装国手？你以为国手那么容易啊？打爆他！也会。不要打我！炸坏他们，炸坏他们！哎，他们在扔。下面怎么有人？哪有？阿锦还 OK 哈？还没事，没事，我快无敌。二零，不要跑啊！团团要来咯，不是开5000分吗？又炸！嗯？喂，你说掉的？喂，哟，干掉，没事，杀死人都要远离，以防他会爆炸。身上多带银河吧？对啊。欸、没有，杰哥刚刚换手榴弹没有，好险！换了是不是？对，还这次没有换的。铺个路，铺个火药路。呜、哦，心机，心机后裔。哎、欸，选举是阿基，你果然是国民啊你！这边还是二零年，我在下面，很下面，超下面。哎、欸，国王，我的旗子还在你。哦，这是常规出现的。那个团团冲进来喽！团团冲进来喽！团团进来喽！看到！下面出。他应该没什么东西。嗯。阿基果然还是国王命啊！真的。二零一直在，哦，好痛，好痛。阿基 OK 吗？哦，痛。OK。我在峡谷中间。谁啊？他们好像有一个隐藏哦，繁星的样子。有两个，对，繁星在投射。他们有发光哎、欸，繁星。刚死掉过了，刚繁星发光的时候好像被炸死。对，剩那个二零有发光。先回家。我需要残，我没食物，剩两颗星而已。哎，点名、欸！哇，点名！哇塞，还点名！哎，这样子的。我的妈！哎、欸，他自己告可以急了哦，超级的，不是啊，没有，这是强制回家，不一样。你的衣服剩下是那个锁链的，买一下。国王注意一下，国王注意一下。好，小雨，我们可以去炸他们。啊！点名好猛、啊，钱那么多，花一花。先买一个。他们想弄我们帐篷。好、啊，马上就来。一直射不到，哎、欸，那团团又冲进来喽！感觉在放地雷，在放地雷哦！喂，是呢？现在到底是不知道他来我们家里面做什么？哇，刚好哇！送个十分。有在偷挖，偷挖，打！分数没有相差很多，所以要小心。二零，转。你现在国王是谁啊？对面新国王是二零，一样是二零。哦，还是二零。唉，有帐篷炸到，哎、欸，这一路很危险哦。哎呦，感受到了，哦呦，我跳不回去了。啊你啊喂！我再铺一些其他的。哎呦！不要丢我！痛！哇，他那个两三箭我就死了。他那个超痛的。嗯。来用炸的。对，我要领钱了。领钱。往那个帐篷那边炸，就有100分了。炸钱！哎、欸，有炸死繁星了。有得到。炸死繁星，把那钟给炸掉。我去看看。啊！炸！
掉下去了。你去看看，你这是哎那个他团团团团在打你。没事没事。哎，翻进来了，翻进来了，翻进来了。我卡住，我卡住。正面。嗯。嘟嘟嘟嘟。炸他！我刚炸的时候，我会有连点，所以我一次都会掉好几颗出去。看哇，炸二零。他顺走了，他顺走了，又顺，这么厉害！来了，哦哟啊，哦，反应掉下去了，团团来喽，下去，好，下去了，有路可以回来，我怕后面有人偷偷跑过来，应该还好，然后都在前面，目前都有看到，我现在只没有看到杰克，好，感谢你，哎，疾病，疾病，疾病！我吃到生的牛肉中毒了，是不是？不是生牛肉啊，熟的啊，这是熟的、啊。怎么在后面？怎么在后面？啊！那 ！No！ 对面！炸弹！我射炸他！我射炸他！你射炸弹 ？Are you serious？ 哈哈哈哈哈！我去！好痛好痛好痛，我捡到一些时候应该没有被炸掉。哇，对面好迷信哦，对面好迷信哦，白痴哦，不要逼我去花钱哦，你去花钱，你赶快去花钱帮我们买一点东西，我们在前线忍着。哎，小心炸弹，这里 OK 没事，我掉了。哇，那臂力真好耶。哇，好了呢，完了，好痛啊。哇！丢进来了！小玉，我在花钱了，希望你多花一点钱啊！我觉得我花的钱都很烂。炸回去！太多了吧？啊，没练了！我刚有800块。嗨！王东他炸过去，他们全负的。停！你是你刚刚在用恶意水晶啊？对啊，我不是说要去花钱吗？原来是花这个。哎、欸，我的武器，我的武器。你干嘛战斗的时候扔武器啊？你是反反心理啊你？抓到，抓到，是那里？我在打你，炸你，没炸成功。很会，阿基，救国王，救国王！你火焰的武器，我要捡到的。不去！那是我的，没事，国王你就拿着吧。好，拿着吧。哎，对啊，你是国王哎，你刚刚超冲的。对啊。直升机！喂，直升机有没有？直升机是不是？用波托来！哎，我们分数好近哦。他们二零快死了，小雨，你对付杰克我了，我们去前面。好，他走。哎，这里有炸弹，阿基啊！我死掉了！哇！前面前线完的，哎，战争结束刚好。哇！差一点！哇！二十分！二零啊！双方就差20啊！哇！六，差一点点。好心机哦，还偷去挖哎！天哪，好可怕哦！杰克真的是很那个哎，偷偷来，可惜，差一点，心机鬼，好心机哦！啊，偷偷来直升机啊！三个人在打，一个人上去偷拆。对啊，刚就想说奇怪，他们好像少一人。哎呦！哇，那你们刚刚一直附魔？对啊，都没附魔，你们附魔什么？我们附魔的全部都被炸掉了，那个隐形团团啊！真的，我们隐形也去炸你啊！炸我500次啊！而且第一次超好笑，第一次我在那边扔经验，然后再顺便转头去开一下冷气，然后回过头来，哎、欸，地上好像都有东西，啪！我又说是北极熊来制裁我、啊。那个时候看到的时候炸到死掉，超笑超开心。难过。
我玩间谍没玩到，对吧？他自己你为什么国王了？你为什么不去对面当间谍嘞？我难过。这就是哈记的那个间谍命，而且你有看到哈记最后又是什么了？又是国王啊！对啊，原来是国王大人啊！真的，欸、小雨，你再说一次你的国王来，那国王相关来点名。哦，国王下国王国王下山来点名，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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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对？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好奇怪了，哎、欸，可是没有啊，我说以前都是这样啊。你不能质疑小雨啊，他用这个没有抓到人啊，他应该是要点到谁谁来当什么什么之类的啊。没有，他有他独特的方法，要改信仰了。这个就可以抓到你了。最后还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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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？为什么噔啊？没有啊，我记得没有啊。有啊，我去找 YouTube 来听。他是独一无二的，而且你不能质疑他，他是独一无二。不行不行，我就要质疑他。我都已经捐出了钱，捐出了金砖，他这样对我，真的，我想说，哇，这个得超烂的，总是反心，对，哎、欸，居然中，再来点兵，太神了，太神了，厕所哥，对啊，我不知道，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唱的，你被骗了，没有，我觉得教他的是魔女，这才是对的，啊，点点豆豆，超准。就是点点豆豆，看谁不必做动作啊！啊，后面还不是一样，还是豆豆豆豆豆豆豆啊！点点豆豆，我有听过点点豆豆啊，跟国王相来的名，可是就没有你后面的灯、啊，还是我被骗了？没有没有，可是他是魔女教他的，你不能跟他一般见识啊、嗯！太可怕了！所以你们是豆豆豆豆豆豆就没了吗？没有啊，完全没有豆这个东西、啊，完全没有那个后面那个唱歌、啊。对啊，你看杰也是啊。没有那个哼歌啊，完全没有哼歌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啦，就只有我们现在来点名，点到谁谁就是怎样啊，对啊，谁就是怎样啊，對啊，好啊好啊，得，根本就是你自己想要抓谁吧？没有啊，就是得啊，没有啦，聊天室的也都笑死，没有回应，我小时候就这样啊，魔女叫他的，魔女叫的。是啊，用这种嘚的方法就可以抓到间谍了、啊。没有啊，用嘚的人数又不会变多，就这样而已。嗯，整开好了。啊，观众场，中烟大陆，准备一下，其他混了。他们说你太明显了啦！你开头那个开头那个叹气就大概狂叹气呀，唉。大叹，我以前也是都有吧？没有没有，那个他们都说你以前真的都没讲话而已。好，来，对，小魔女的专用魔法。那这一场呢，我们就来观众场时间啦。那当然，好吧，二零很辛苦的，这个有做一点小改变，中烟大陆，所以我们还是来挑战一番啦。那我就来准备准备。这次要有什么题目呢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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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都没听过、啊。看一下哦，最近有什么数字密码啊？啊！哎哎哎哎哎！我想到了，有数字。这个想玩的好不好？去 RC 27476019，27476019，我们就准备让观众进来，我们就八打八，好吧？八打八。那这次的密码就准备跟大家讲喽。噔噔噔噔噔，来，这个
巧克力最近的聊聊时间台是什么时候开？这个记录档晚一点就会放了，好不好？哎，瞬间满人啊！9405319是昨天有聊聊时间，那等一下呢，记录档也会放。